还要早上起来锻炼锻炼身体。我去，你是不是瞎呀？又他妈掉进去了。哎，我主要是想家了。你不是昨天才来吗？这就想家了？是的呢，我想我爸妈了。金窝银窝还是自己的猪窝舒服。老爸，我觉得这里很舒服呀，比我们那个猪圈强多了呀。那好，那你不要回去了，一个人在这里吧。我也不想回去了，在这里陪女儿。哎呦喂，你们还是快回去吧，我可养不起呀。啥事呀，小杨？我的好姐妹佩奇回来了吗？见不着她我就心里难受啊。她还没有回来，你明天再来找她吧。哦。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看看佩奇有没有回来呀。没有回来呀，现在还在飞机上呢。回去吧，明天再来。Later。我们回来了。老妈，这是我们从国外给你带的礼物。哇，谢谢，她真可爱。哇塞，去了趟国外，就带了这么个玩意回来。我去开门吧。佩奇啊，苏西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多。